三个吗？我是宝山国小小刀，我是大家，我是刘翔，就是很好玩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很幸福。有要去非洲啊？帮忙一下，帮忙。对，捐赠一下，捐赠，捐赠。非洲有几个国家吗？54个，54个。非洲的种子是什么？那个玉米，功夫，玉米糊，吃那个玉米。哪个地方很幸福哦？我们住的地方，然后吃的东西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到宝山国小。我是宝山国小的侯玉，我是阿迪鲁。就是觉得我们很幸福，就是要珍惜那个，就是要珍惜眼前有的。其他国家都那么就那么。都已经那么贫困，然后如果我们再去堕落下去的话，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要珍惜水资源啊，因为非洲都没有水资源，都没有水。然后这样，就是不能组进群。乌尼达米乌米桑，就是你好的意思。那你们平常在家会讲族语？不会，不常哎、欸，不常。要讲族语好不好？回家跟他妈讲族语。好。我妈是不是快追？我是宝山国小的邱俊，我是宝山的林瑞君，很高兴，我觉得我们很幸福，很开心，很幸福。欢迎大家来宝山国小玩。